手工做的白面，南醋、汤水、蒜头、豆油，搁抹上等等，热人来一碗凉面，真下味。头家娘自早起就开始无闲。李大姨想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就香港来的，然后我们就朋友介绍说这一间比较有特色出名，然后我们就来这里试一下，就辣口味比较多，麻酱的比较少。天气热到让人无胃口，不少人早顿都爱吃凉面，搁配有掺贡丸甲蒜蓉的味噌汤，食到真满足。就连香港游客拢忍不住偏胖过来，嘛因为天气有影是伤热，店家夹少伫咧热人的时特别好。它有比平常多多。因为现在真的热，大家胃口也差，所以大概多个一成吧。在菜车内底人气凉面店，飘香四十多冬，已经传承到第二代。家己做的咸酱也是招牌，人家拢真爱。啊，不过一碗小小的凉面，其实咱北口味真无同。以台北市松山区来讲，单价凉面家己做麻酱，口味清爽；加价川味凉面，麻酱的味较高，家己做咸油，爱重口味的人上爱。阿红西凉面是伫内底掺美奶滋，口味较偏中南部，不管倒一种口味，伫热人拢真受欢迎。因为最近天气太热，然后就觉得吃凉面很清爽，那种很油的那种一般的西式早餐或是豆浆烧饼油条啊，觉得吃凉面比较容易饱，大概三次左右，那算蛮多的。对啊，因为台北算是蛮闷热的，它跟南部的热不一样啊，所以早上的话吃凉面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愈热生理就愈好，网友嘛家己做凉面地图，会当照图去找家己爱食的口味。毕竟新闻台北报道。